看到了一片光海，你一定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这里呢，就是大阪的中之岛，也就是从2003年开始在大阪举办的光之响宴，也叫做光的文艺复兴。每年的12月中到12月底，在这里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供大家欣赏，不但有光的表演，还有各式各样的诱人小吃。等一会儿，你看到在地图上出现的各式各样的介绍，就已经知道活动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了吧。你只要在大阪的地铁Yodoyabashi电屋桥站、北滨站、中之岛站走上来，你就能看到啦。欢迎来到 Jessica 的频道。12月到了大阪，你怎么能错过一年一度大阪的光之响宴呢？12月中到12月底的时候，在我身后的大阪市政厅，也就是 City Hall， 这个时候夜幕降临时分，就会变成光的海洋啦。我带你去看一看。在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大阪市中央公会堂的东侧壁面上，这个地方也就是大阪市政厅，进行光雕投影，将值得向全世界夸耀大阪独特的艺术和文化重新用艺术表现形式来诠释。压倒性的景象美与创造出逼真音效和现场的音乐，使用 AI、镭射光最先进的科技来表现，用新的综合技术、艺术描绘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体验。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好小吃，一起来细心欣赏这一场用综合艺术描绘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体验吧。在圣诞气氛的环绕下，让我们一起来静心细心欣赏吧。2023年已经步入尾声，祝大家圣诞快乐，身体健康，新年进步。Thank you.
中央公会堂駅名プロジェクションマッピングを終了いたします。ご観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の後も引き続き大阪光のルネサンス2023Thank you.